我们常常拍片拍了一个礼拜之后，我们变成 follow 电影的节奏在走，而不是我们控制它的节奏在走。去 push 他往前走的那个东西，不是因为他知道，而是因为他不知道，但是他被拉着前行。even 他有，他需要，但他都不知道那个事情。你一个女人身上里头，她到底哪一部分是性，哪一部分是母性，哪一部分是需要安慰，哪需要被呵护？